陈成子弑简公，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“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。”公曰：“告夫三子。”孔子曰：“以无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”君曰：“告夫三子者，知三子告不可。”孔子曰：“以无从大夫之后。” 不敢不告也。